我睇天龙峰打出行意思，一个民众期望系改革嘅信念，总算系初步做到位。阿 V P 从面睇官庙，系提供系民众一百下载三种，包含租金、创业、平均嘅行业数额化。我能相信就有改革嘅问题出现，从系有民众就反映，一租金数额化唔拉出价，嗰所相关损失来讲，恐怕行业一步一步艰险来解决问题。按照嘅天龙行业数据法，众生托生命行业正式上线，后会非官方网站提供免费下载，是汉字 Windows 内图。是虽然打出来嘢，唔过民众还能买唔结。现在一套三种数据法，包含教育部行业偏严数据法，同后会非开发的行业租严同创业数据法。唔过将租严按样来篇章打出来，真见冇嘅模式，从接着看到嘅矮，我打行业租严嘅矮，也系和。爱打住也系处，实实当然直接上到。客家是尤其系海南的嘅客家时候，家嘅主人太家可能系唔按关系去兴让家嘅对应的主人，所以挨到增加一个主人咧，对只部分太家来，做讲方便使用。喺个民众嗬，其实都讲唔系按出国嘅方式用主人嗬，今日就会建议，做对去学习嘅行业嘅偏严。所以呀，天龙还有新的商业法做得来大一合法事，不过还能有当多的民众同样有想要投手机的蛋糕，没带出来行意思。官方还第三方研究民间基金先开发出来嘢，一则头称手机行意商业法，不管是 Android 也是 iOS 内通，都已经有试验同合作版本。不过其中有的合法事，还是透付事打唔出来。便宜的方式应该好，但咪要结合到我哋嘅。注意的语言呢，变成内通，我用语言输入法，你喺度嘅当当做当中。不过，我讲前提嘅问题，还系要解决的系事而现而出来。就系作业内通嘅问题，啊，作业内通一条嘅字型无法出来显示，伊要求讲作业内通嘅就算現實商業法還有一道問題而解決，不過總算行出重要一步，天天技術資料庫也收一道資料，不管是手機的也是天龍的行業商業法，未來技術堅持一律一律篇。下個新聞是用政府分子綜合報導。